我们之前吃过那个 IGA 的 Sliver Side 啊，这次又是换了 Woolworths 的 Sliver Side， 因为他们两个看上去区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。衬一片出来，这个已经提前拆开了，我衬一片出来，这个看上去非常没有整片的呢。我撑不出整片的了啊，不过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区别非常大。这个 Woolworths 这个呢，明显感觉这个肉质啊，你是可以看到一丝儿丝儿的啊，跟那个 IGA 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当然也可能是切法的切的角度不同造成的。咱们试一下这个味道。果然啊，这个 Woolworths 的这个吃着明显是更像肉的感觉，这一丝一丝的肉呢是吃得到口感的，感觉真的是在吃这个 ham， 而 IGA 的那个在这个的映照之下啊，更像是火腿肠了。不过味道上是一样的，只是口感上有区别。那么欢迎关注微博，搜索未知小白与我互动，拜拜。